芋头也卖不长了，店也开不长了，看我再捞啥去。朋友们，今年咱们这个翠香猕猴桃今天应该是到手第二天发货了。小严今年呢在网上也已经卖了有20多天的时间了。刚刚呢我在仓库就是把货盘点了一下，明天再发最后一天的货，咱们今年的这个猕猴桃也就要结束了。在此呢，小严非常的感谢大家今年对我的支持，也就应了一句话吧，再好吃的水果也有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，等到明年咱们这个翠香猕猴桃成熟的时候，我们再见吧。刚从仓库里忙完，现在呢是回到了我们家店里边。看这里下不去。刚刚是找了一个车把我们家的东西全部给拉回去了。我爸这会儿呢是在安装这个木门，因为之前我们家在安装这个卷闸门的时候是把这个木门给拆了，现在我们家也不开店做生意了，所以说把这个木门要重新安装上去。这个螺丝前几天啊，小严给大家说我们家的店铺倒闭了，开不下去了，有很多朋友还以为我在开玩笑。这会儿来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家的店铺东西都已经搬得差不多了，只剩下最后这几个铁架了。待会儿等到收废品的一来，把这个铁架一卖，今天也就要和房东说拜拜了。因为今天啊要把我们家的店铺彻底清空，所以说我妈也想来店里边看最后一眼，抱着小玉米也过来了。妈哎，今天再把这些东西一搬，也就结束了。你现在是个啥心情嘞？这就难过嘛，不舍。嗯，这相当吃的，你把搬店时候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，人就受我的。把两娃搁这些光吃的。俺是咱些学校也近。两娃还年轻。把小玉米也能搁这些，那也能光吃的。没想到这么快就结束了，就是感觉很惋惜。哎，你让心里也不难过了啊。没有啥啊，生活咱还得向前看嘞，这也不是你和我爸的问题，这现在是店实在开不下去的，趁早解释吧。这两年一看，一直也都在亏损，就是的。这就是把店关了又不放心给人家帮忙一下，俺帮了几千忙嘛，去猕猴桃家的推销也完了。他十年想开店去去店到店里在这扛不住，呀，我没事干了。哎呀，把你这样子那个啥。那就推销一年都没多少事的点时间，咱现在也到了快结束的时候，也没办法了。这样心情放好，这么项目多，不要以为店开不了了，妈也给我帮我说你就回心啊。不行的话就弄一点，妈俩车我也看完算了，好吧，好好歇俩。看完。嗯。看完就拿来一看去，我们中年子都是那个猕猴桃的，我也就是有季节性的嘛。俺俩做的一件事都看完，天生我才皮肉肉，哎，我来操那心啥事？你常放下，你不办吗？太像我爸，天生我才必有用，觉得天无绝人之处。他要是店开不下去，他也不想哄啊，他可能还想给自己找到一份事业去干。都是的啊，是吧？人们钱合适不放错的，对吧？